今天来到这边是丹麦银边二 ，OK， 来看一间 corner 单位啦。所、so, 以这个 corner 单位它的那个 extension 是做到很足了的，就是它的那个 living hall 那边呢是属于两个的 living hall 的。所、so、以 for 这间 corner 单位呢，它一样的啦，它也是属于45x65的，然后它是客厅做了 full extension， 就 means that 你拿到手的时候是有两个客厅的。这里是 freehold individual diner 的。这里也是属于 gated and guarded 的了，所、so, 以一出到来这边就有很多电池，很多车的档口。Okay. 我走进来这边看到有个新的茶室哦，百味冰厅，很多人一下。我这边有个 CS， 新开的 CS。